实我们这27年来好像我们都在乌卡当中啊，也是在不确定当中，但是我们为什么能够走过来呢？其实我觉得很重要，还是自己确定了，其实市场就确定了，伙伴也就确定了，对吧？团队也就跟着确定了。所以呢，我觉得这里很重要，就是还是自己的问题啊。所以这么多年来，我们就是在公司给到我们这么多的支持，给到我们很好的这种环境的基础上，我们呢秉承我的老师这么多年来的这种理念和他的思想，所以我们一直都把重心和注意力是放在自己身上。我觉得只有自己的不断的成长或者进步，或者是价值观的稳定，才能够带动整个市场，或者大家才能够看到希望，或者是呢也许是一个榜样的力量啊。我觉得这点呢是这么多年来我们一直一种不变的一种信念吧。那这里就肯定我们就会参与到市场的这个上到下甚至到一线的一些各种各样的活动。如果说我们不躬身入局或者是自己去带动的话，其实伙伴们的信心会不足，对吧？所以呢其实搞定自己，刘红姐在这个一线当中做的最多的工作不论是呢每一场的会议每一次的活动，包括每一次的会后会包括每一次会议的安排，可以说他都是事无巨细全程参加一直到现在保持这样好的习惯。我们能够呢积极的参与到整个 2.0 的活动当中，所以我们能够逐渐的去熟悉去参与的过程当中我觉得这里呢对我们来说是很受益的。当然我们有很多特别多的学习的乐趣，因为学到新东西，掌握了一些新的技能或新的知识，就是让我们也很受益。那当然这种受益也带动了整个我们的领导团队。这个事业他根本都不需要去管理别人，他只要把自己做一个好的榜样，只要管好自己就可以了。你把自己做好了，其实你榜样的力量就会无形的去影响别人，你把自己做成一个对别人有帮助的人，其实人之间的信任也就会逐渐建立起来。所以我们在改变的过程中间，在成长的过程中间，最重要的其实是自我的成长。只要有学习的机会，我永远都是当仁不让的，我自己能够不断的提升，不断的有能够给别人服务的能力，我觉得才有可能这个市场有希望能够做得更好。我们家里好多都是当老师的，也因为呢这个老师的这种身份啊，可能自然不自然的也会在这方面多花一点精力其实呢我们讲其实当老师教学生或者是教甚至包括我们教成年人其实最大的受益者我们的体会是自己而不一定是学生。我自己才这个在教的过程中我才是最大的受益者，因为这个知识太浩瀚了所以呢就有一种危机意识了。我们也是希望能够适应未来的社会，尤其是刚才您讲到的关于年轻人，对吧？我们也是希望弥补这种代际方面的这种断层带来的问题，所以呢也在看能不能有机会或者去学习。其实呢现在我们说互联网时代，我觉得这里面只要你愿意去学的话，其实这些东西都很容易，也是可以掌握的，包括语言上的跟年轻人的沟通这个方面，我觉得这是完全可以去做得到的。关键你是不是想要去做这个改变，但事实上我觉得还是这个大家庭的使命和责任吧那就尽量要带着大家一起走，尤其现在时代变了，新东西这么多，如果说我们不学的话，可能会拖累了大家的这种发展我也会积极参与，包括社群的运营包括整个这种是朋友圈我们这个群运营这些方面我们也都在积极参与当中但所有这个过程呢，我们也在想，这个过程不单纯是为了掌握这个技能或者让自己在跟别人聊天的时候多了一些话题更重要是它还要跟我们的市场跟我们的结果要结合在一起我们不要热闹一番就会发现这是一个新鲜或者好玩而已，而没有真正的跟我们大家的
真正的想要达到的那个，比如说我们的收入的增加或者市场的成长，能够结合在一起，所以这个我们要去把握住。那这样的话，我觉得我们这个学习就变得既有目的性，又有很好的效果，因为这个很有意义。我觉得公司啊，在转型以后啊，公司在各种学习的本身的组织上面啊，就给我们提供了很多的学习的机会。我也是会竭尽全力的去跟公司推出的一些新的东西都跟上学习。那同时呢，我们也会参加一些比如说文通大学的一些学习啊，教练技术啊，还有一些专业的学习，包括一些现在的线上的一些社群啊，各方面我们也都在学习中间。其实对于我们60后的人，的的确确啊，其实现在很多东西对我们是很新的。可是我觉得一个人不要把自己就看成说我就是60后，好像互联网的难民。我没有这样，我觉得人是活到老学到老，让自己与时俱进。所以为了证明我还很年轻，2019年的时候啊，年底我还在奥克兰的天空塔192米高空跃跳下来。第一个我跟大家讲我还年轻，第二个我就让大家其实知道，真的因为我们要做大健康啊，我的的确确因为认认真真的从自我做起，自己认真的吃好营养早餐，吃好一日三餐甚至四餐早上营养早餐，中午欢愉午餐，晚餐还养生宵夜就是把自己做最好的自己。去之前我也不是盲目的，我的确去的时候我做了全身的体检，血管是柔软的，血压血糖各方面都是非常正常的，所以来证明一下我真的还年轻。其实人年轻的心是可以用到老的，你是否年轻不是别人决定的，是你决定的。我们今天能够把这种利他的思想能够呈现到我们的市场或者团队当中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其实也在于文化的力量，这个叫同享丰盛。其实这种同享丰盛的这个概念，其实也是让我们看到一个人的丰盛是持久不了的，只有一群人大家都能够有丰盛才能长长久久。当我们把这个思路打开，或者把这个更高的范围或者更宽的路子让他去思考的时候，可能我们会看到帮别人其实更会帮到自己。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一个真实的一些想法，有了这个做基础以后，我们这个大家庭的打造就有了基础了。因为我们大家都希望好，对吧，都能够得到这种呵护，都能够得到关爱，得到关心。这么多年来我们在整个团队当中，其实大家这种亲情友情建设都一直是在放在一个比较重要的位置上。所以呢，有了这个基础，我们这种利他也能够体现在这些方面或者说呢，一家人那肯定要多关心一家人的这种感觉可能也就能够更好的把这个利他能够表现出来。如果我只是跟他是生意伙伴，只是一个生意上的一种合作人，那我想呢，你让我真的纯粹的想做到利他有时候也不太容易。但是一个家呢，那就不一样了。我记得我以前小的时候啊，我那时候住3层楼，我们家住2楼，就是我们会扫地，每天轮着要大家扫地，那个楼梯要扫到1楼。有一天刮大风的时候呢，3楼上的那个就刮下来比较多的灰尘，我们就说哎呀，他们楼上都不讲卫生的，都不搞卫生。我妈妈就说，那你为什么不顺手扫一下呢？去顺手扫一下你不会有太多的损失呀，可是你周围的环境都好了，那你不也是受益者吗？我到了安利这个环境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环境的特别的喜欢，就是安利经常跟我们讲，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所欲施于人。就我自己本身来刚开始来做安利的时候，我其实最大的压力就是不会讲，我是当外科医生的，其实在医院里面呢是动手，又到这里来动口，医院里面呢是肃静，
如果在这里要兴奋，我觉得在医院里面我都是被动的，都是病人来找我看病，我今天要主动的跟别人去讲，其实说实在的，刚开始我也是很大的挑战，可是我就是在这个环境中间，就是因为老师打造这样的一个家的这样的一个文化，我自己有一次上台，其实我自己觉得讲的特别的烂，以至于我带来的我一个大学的同学都跟我讲，你讲的这么烂还敢上台。其实那时候我的内心是真的很受挫败的，可是没想到后面有一个人拍着我的肩说，刘医生讲的真好。我很好奇的看着他，他说很实在。哎，我就会发现其实我可能口才不好，可是只要我真诚，我也许会对别人会有一些帮助。我觉得其实人有时候啊，就是当被自己被鼓励被温暖的时候，自己内心里面也就会感觉到我有这样的需求，也许别人也有这样的需求，那我呢也应该多一点去鼓励别人，多一点去关注别人，多一点在乎别人。所以大家在这样的一个家的共同的氛围的影响下，其实人绝对不是说你用语言去讲去说服可以去能够影响别人的。我自己更比较认同的就是环境的教育，当我们给别人有帮助的时候，别人也会觉得哎，我来到这边会有意义，对不对？对他没有损失，只有好处，你说是不是大家就容易待在这边了？我觉得其实我们是一个家，而且本身每一个人是人都有犯错的时候，其实错了你敞开的去跟大家能够去认错，我觉得这个会让大家之间更加的和谐。假设说每个人都是只要遇到错，我们有及时的勇敢的去纠错，大家就会变得更加的勇敢，不管遇到什么东西去面对它，做错了去改变它，活得就会比较坦然比较自在。不然的话我觉得人活得好累哦，做大了以后就永远都要扛着，好累好累，我不喜欢那种生活。我们不能往错误的路上去带着大家，我也清楚知道我是有使命有责任的，因为这么多的伙伴都信任我，我错了我应该去纠错，对不对？大家才能够跟着正确的路勇敢的继续往前走。其实彼此之间的信任呢，就是也是需要呢，令人本身要有这种意识，是因为没有完美的个人，只有完美的团队。你需要成就一个伟大的事业，你靠你个人，你就是焚身是铁也打不了几个钉。我们呢是需要对方的，但是需要对方，对方假设不信任你，他也不可能贴心贴肝的，大家能够在一起。所以其实信任的基础，我认为就是你一定要对他有帮助，就是还是要回到怎么去利他，你要把他的事当回事，你的事才会变成他的事。刘红姐刚才说他不会去装，不会去那什么，不会把自己放得那么高，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就是回到家的感觉嘛。我们可能在单位上当领导或者是什么，可能西装革履，但是回到家我们会穿得很随意，我觉得这就是一种在家的一种可能跟正常的一种生活状态。事实上其实在我们伙伴们身边，我们跟他们在一起，这个是要走长久的，甚至第二代第三代还要走下去的，这肯定这就不是单纯的只是一点点时间在一起的，所以我们肯定会日久见人心，或者时间久了大家都会互相了解，就没必要去这样的去装嘛。那我们就有了这个做基础，其实这份信任也就有了基础。而这份信任其实是来于多方面，既包括我们业务上大家之间的互相的帮助，这种当然也包括他的生活，他的家庭，甚至他的孩子。其实我们这里呢关心的已经不是单纯的只是我们的业绩啊，很多人说哇你的身份是什么，有人经常也叫我狄总啊，但是呢我其实不单纯是这个了，我的身份既是可能是老总，
也可能是校长，因为我们他说我也是当老师嘛，嗯，我也可能是团长，儿童团团长，我也可能是妇联主席，嗯，我也可是幼儿园的园长，那其实我这个身份应该是多重的。有了这个做基础，我们说呢，信任不是在哇你好我好当中体现的，而是吵了一架还信任。我们做任何事情，我们大家都能够敞开，嗯，然后大家都能够坦诚，嗯，互相的这样的去交流，嗯，那这样就我们做事情就少了很多内耗，嗯，少了很多猜疑，另外也少了很多的一些不必要的一些精力的浪费，嗯，这样的事做事情效率就越来越高。我们一个故事，其实我们有时候深度的市场啊，你是不是就不往会我们当回事，就我们有一个市场就是一个深度的，当他小孩子在那个发高烧的时候，正好又遇上高考，他非常的焦急，当时我们两夫妻就特别去看望他的孩子，然后鼓励他的孩子，他孩子当时跟我们也很熟悉，就说哎呀我这个时候高考太不幸了，怎么遇到这个事呢？我说哎，不见得哦，发高烧说不定把能量都发出来了，说不定考出最好的学校哦。他就噗嗤一下就笑了，说老师放心，我一定好好考试的。结果果真他考到了超越他期待的学校，他妈妈就特别的感谢，所以直到现在就成了团队里面一个非常非常付出带动的一个，也是在整个大团队中现在是我们的美容的一个非常棒的一个市场的带动者。所以我觉得其实我们真的是假设把它成为一个家，很多的人可能说哎呀，这是不是很累啊，其实假设你把它当成一个家，大家每天开开心心快快乐乐，就是没想象中那么难的那么复杂，就是你把自己活得真实一点，就是对别人需要的你能帮的尽量帮，对不对？去想方设法在别人需要的时候，你能伸出手的时候去伸出你的手，去做到你力所能及的，是竭尽全力的。我觉得我想其实这个家就会变得越来越温暖，因为这些爱是会在整个互相是流动的。所以每年我们都有这个夏令营，儿童夏令营，对对对，啊，都能够把孩子们组织起来，嗯，一起参加各种活动啊，关心他们的学业的选择啊，成长啊，嗯，进步啊，嗯，然后孩子们之间也有互动，嗯，也有这样的交流，其实这个就已经给他的家长或者他的父母亲带来非常好的内心当中的归属感，嗯，这是一个长期的一直做下去的这样一个家，而且这个家还蛮厉害，还富有，还个什么都能做，还能满足他的各种需求。我们有一个孩子啊，他呢以前因为他的爸爸是一个邮电局的一个领导，嗯，他呢本身是一个家庭主妇啊，所以呢平常家长会的时候，嗯，他觉得叫他爸爸去参加，嗯，有面子嘛，嗯，对吧？他绝对不希望他妈妈去，因为他觉得他妈妈家庭主妇可能不会说话啊，或者是让他感觉的不是很舒服。嗯，但是后来，嗯，啊，因为在这个环境的这种成长进步，嗯，哇，这个孩子就说了，现在我要开家长会啊，就一定要请妈妈去。嗯，妈妈好会讲，妈妈好会跟他们沟通，妈妈又好能够跟他们这个学校的老师进行一些很好的交流。嗯。嗯，对吧？而且老师，我妈妈现在讲出来的话好有水平，好有道理。哎，这个孩子眼中他就看到，哎，妈妈在这里，他是一个成长，妈妈受益了，然后成长了，进步了嘛，他觉得这个太好了，所以鼓励妈妈参加这样的活动。人人都想自由，可是自由一定要自律放在前面，我觉得才有可能自由。其实我是比较向往自由，但是我知道我要获取自由，不管是财务的自由、实现的自由，还是各方面的很多的自由，你假设没有自律做基础，那些东西都是免谈的。你比如说就像我们在大健康，希望生活方式是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那我们也在带动大家运动啊，带动大家尽量的就是把一日三餐呐，还有积极开心快乐啊，对不对？这些东西你说可能我们要流点汗，流了汗以后你身体好了，你就
干什么东西都自如了。可是你假设说放纵自己，你最后面的结果是完全不自由。要看清楚，没有自律做基础，这自由是假的，得不到的。所以我觉得什么东西就是你得把底层的逻辑搞清楚，我觉得自律就没有那么难了。对，其实呢，我们这么多年了啊，很多人会说呢，哇，我们要回归初心啊，很多时候要回归初心。其实呢，这为什么要回归初心，就是因为好像现在已经不在那个初心了，所以呢要回来。我们说老师为什么不回归，老师不用回归初心。对，其实人一直在初心是最轻松的。对，我觉得这种初心啊，如果你一直呢放在这个地方的话，其实你不累。安利呢，其实你想，因为现在我们带动的不是一群十几岁的孩子，对吧，或者二十来岁的大学生，我们这个生源是来于社会，全都是成人，全都是丰富经验的，甚至是别人都是有很高的学问，甚至很有很多的背景的。那这些人是不需要我们那种教的。对的，你只要把你做好，做你用你这个初心把这个做好，对的，就能带动团队往前走。这就是榜样的，其实这恰恰也是最省事最有效的。是的，是的。就像我们在哈佛所听到那句话，其实领导力不是体现在自己身上，是体现在伙伴们的追随力的身上。对的，你要看到就是这样做的，他这样做，嗯，对吧？而且很直观。